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不要看他，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跟我讲他，这只是清洗的。会有疤吗？不会。打肌肉还是打血管？肌肉，所以随便擦都可以。啊，没有有位置的。会流血吗？啊，不会，你可以看，没有什么的。没有骗你。为什么新加坡是贴 OK 吗？哦，我贴 OK。我是台湾，我 DNA 那个超纯。这一家超纯。对，我看一下它。它是那个这个是什么？美国跟German的那个。哎，这个是不是挪威？然后打死人的那个？知道哎，新加坡现在还好，没什么事哎。真的，我们已经打了几千人了。总理也是打了。对啊，啊，这个一个人只能打一支，不是？哦，可以抽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